主，谢谢主的经历他。阿门。接着姊妹的交通，约翰福音的生命读经最主要是讲到生命建造。其实我们的基督徒就是在生命里，在建造。这篇的信息的总结，还有五件事情，让我们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去经历的。你越经历啊，基督就更多的加在我们里面。他说，我们最重要的是在于我们的心跟灵。我们心不对，灵不对，很难神的生命能在我们里面增长，也不能让与弟兄姊妹彼此建造。他说，你有没有寻求主的心？你有寻求主的心，就和我们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他就说，太初有话，话就是神，话语是神同在，话就是神。当我们追求主，就是追求他的话。我们追求主，也就看见主。我们越看见，越享受主，越寻求主，我们就越信入主。信心是从主来的。我们呢、如果享受不够，我们的信心就不够。所以主耶稣常常说，我们是小信的人。我们确实是小信的。所以他说，这个第三点就需要我们呢、来到聚会里。今天诗歌又叫我们与众圣徒一同来明白基督的爱。虽然啊，他长阔高深啊，谁人无法测度？谁啊？很重要，谁无法测度？太丰富了。他后面下面一句话就是但神的丰富，他的神的丰满一再啊，我们一再得着。这个得着是在聚会里面。福家排区里面得着。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得着。姊妹有见证。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就得着主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生命的流露得着人。所以聚会就是把生命、更多的加在我们里面。也就是说，后面第四节他就第三节就是说，在身体里合适的联络在一起，筋和节的彼此供应，才能够、把身体建造起来。然后刚刚姊妹有讲了第四点，就是不要为我们的生活顾虑，要信靠主。就和彼得二十一章，就是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所讲的，主对彼得说，你要爱我，我该给你的都会给你。最重要的一节啊，你要在于啊神的意言与神的国。神的意就是基督自己。神的国就是基督的身体。你顾到基督，享受基督，顾到弟兄姊妹，为了彼此配搭建造，自然主一切的都嫁给你们。也就嫁给我们。不要为我们的生活烦恼。第三个，最后第四第五个就是啊，我们天人要破碎。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如果我们没有走这个十字架道路，不被破碎啊，就很难在生命里面成长。破碎就是把我们自己天的人己人里所有的想法都去掉。让神更多的加在我们身上。对不起，我再做一个见证。就是两年多年前，一位弟兄，一位这个哥哥跟弟为了接掌父亲的这个事业打拼，一开始非常的顺利，也赚了非常多的钱，但是两年前呢、就碰到一件大的事情，工程有问题，钱进不来，天天烦恼，而且他们两个这个兄弟兄妹啊，就
主在他们身上做工，希望能够与我们、啊、有一些追求。阿们，我们就从创世纪生命读经开始。当然、啊、这个妹妹、啊、第一次来参加的时候就摸着主，阿们，觉得主在他身上、啊、有莫大的工作，阿们，也莫大的制作跟雕刻，阿们，也让他有更多的破碎。阿们，然后有一天呢、啊，他哥哥从来不，虽然呢、啊、聚会啊，跟我们聚会啊，聚会了三四十年，但是呢，只要薄饼一完，马上两个兄妹就走，没有，就是啊，过一个形式的基督徒。但是啊，有一天呢、啊，他妹妹说：“你下来，因为他很烦恼，车上两个啊吵在一起，为了公司的问题，你过来一起来读，读到雅各的问题，雅各。”两个，当我们呢、啊、没说什么，我们就读《生命读经》，阿门，一句一句的读，轮流的读。主就在这位弟兄的身上就开启了他，也光照了他，阿门，他才知道啊，主在用他，阿门，主借着这个环境，就是工作不顺利。让他能够心转向神，阿们，他说我就是雅各，抓夺哪一件事情他不能做，哪一事情做生意的时候，以前做生意做得多好，赚了多少钱，但是神啊在他里面啊破碎他，给他们的环境，他真的是放下了自己，阿们，寻求神，Amen、也信入神、Amen、他的寻求神就是非常渴慕的追求主的话、Amen、从生命读经圣经弥陀僧文集每天啊花相当多的时间都在读主的话、Amen、在他的公司里也在读主的话、Amen、天天经历主、Amen、开始说我不信主怎么样我读了神这个生命读经还有环境主跟他讲因为他读主的话每天早上四五点就起床就跪在主的面前因为他的工作太困难了没办法度过只有在主的面前跪到主面前祷告阿们主就向他说话阿们他说你自己完全靠在你自己天然的人你不破碎我怎么能够进到你里面当他在追把自己的心、啊、转向主灵转向主主就把他的工作就一件一件事情的带过他是现在、啊、是满了神在他里面的做工也非常的爱主愿主、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也是一样一个寻求主的人信入主的人来到聚会里啊不要为我们的工作乃是要信靠主在我们天里面然后做一个破碎的人阿们再来说阿们愿因果啊愿福音啊这个生命读经是太丰富了阿们知道整卷的这个圣经啊是在讲什么呢讲基督与教会阿们啊我们讲这讲那他就是讲基督就是讲就是教会需要产生出来对、哎、但从约翰福音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哎、他转换一下他说他在讲生命建造、啊、对这两个有没有冲突呢没有冲突基督就是生命、啊、对教会就是建造、啊、对、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要有这个极大的奥秘基督与教会的这样的启示呢啊，来满足神的心意呢，我们好好追求生命啊！对，当我们好好得到丰盛的生命，明白？我们在这边啊，就能够在生命里接连在一起，啊，产生一个神性与人性的调和，一个神人相互的住处，这是神所要的那一个建造。对，弟兄姊妹们，感谢主，我们愿意啊，多多的进到这个解开的话，生命读经的里面。我们啊，这个愿福音生命读经啊，五十几篇啊。Amen, 我们一个班一个这个半年五十几篇哎若是一个年头呢就一百多篇了假如下一下年赚五十多篇的话哎参加十年就一千多篇了感谢赞美主
不怕慢，只怕战。阿门。他多多的进到这解开的话，生命读经的丰富里面。阿门。阿门。好，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已过三班的展览，大家觉得丰不丰富啊？哈利路亚！众圣徒在一起就能领略基督的扩张高线。阿门。现在的时间，我们让弟兄姊妹能够休息十分钟。阿门。阿门。大家上个厕所，装个水，然后我们就继续下一个班的展览。阿门。阿门。等一下还有召会历史班。阿门。还有这个兄长们能够为我们有一些总结的话。阿门。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休息的时候就偷偷的离开了，好吗？阿门。阿门。阿门。那我们就休息到15分好。阿门。阿门。阿门。没有准备水果啊。对，弟兄姊妹，我补充一件事情。对，弟兄姊妹，我补充一件事情。就是说，很亏欠哈，我们在排表上有一些疏失。其实今天我们仍然是需要有整洁的服饰的。今天虽然没有预备茶点，但仍然要有整洁的服饰，因为我们今天有爱宴。哈利路亚，有爱宴。阿门。那所以，我们如果照轮的话，今天是不是能够请22会所、26会所？能够负责一下餐后的整洁，好不好？阿门，阿门，好，感谢。